Hello， 各位同学，我叫做孙国清。我担任配音员的工作呢，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。从我小学三年级到现在，我就一直在从事配音的工作。我配音的角色其实很多，那包含了美国多芬号，浅见博物馆的导览。那比较知名的角色呢，是《哈利波特》里面的马粪。那马粪的角色呢，配音的声音是像这样的哦。我爸说，我可以把鹰马的头放在葛莱芬多的交易厅里面，我想那一定很棒吧。怎么样？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哦？那配音这份工作其实非常的有趣，它可以让你看到很多在线上还没有看到的卡通，它也会让你有表演的机会。运气好的话，你还可以碰到很多不同的艺人朋友们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很欢迎你们加入配音员的行列。课程的内容呢，包含了我学习配音的经验，还有呢，当配音员的工作历程，还有我到韩国影音集团呢的工作经验分享。希望呢，这些内容能对你有帮助，谢谢。